对不对？这两条它真的饿坏了，这种天气它根本找不到食物。过来捡鸭蛋，发现这里面有个鸟。这下雪天外面是我，等一下外面跑进来，咋跑进来的？尾巴还没了，尾巴咋没的？跑进来被我的狗扯掉了，是不是你把它尾巴扯了？嗯，又是两个鸡蛋，一个鸭蛋，下在快乐鸭的窝里面，是不是跑进来被我的狗攻击了啊？尾巴也掉了，饿的这天找不到虫子，这玩意是死虫子，是。这里真的是到处是鸟，因为只有我这里有吃的。给你搞几个虫子吃一下吧。我在这里干啥？是不是虫子？给你拿两个大麦虫吃下来。这他也不吃的。嗯，你是真饿啊，当着我的面吃东西。你看这天，咬他，饿急眼了，一丢虫子就猛的捡。要不要虫子呢？要不要？这跟他妈羊的一样，野生动物条件就很艰苦。吃吧吃吧，第二条了，已经吃了两条了。是我又不打你，真的是。是不是这两条它真的饿坏了，这种天气它根本找不到食物。很多鸟在这种天气会冻死，像斑鸠之类的东西。过去打，08年的时候那个竹林里面都是冻死的斑鸠各种东西。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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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饿坏了。这几条虫子可能能让它度过这个冬天。不准咬它哈！那叼这个虫子吃了两条，第三条叼在嘴巴里面了。这里给它丢一点，然后把它放走。它之后还是会来的，应该有吃的它就会往里面跑。一门一开这么多，应该是从这个洞里面跑进来的。对，好大的洞，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开的，之前没有洞，吃不吃？捡去，捡吧捡吧，饿的，你又掉的，这已经第四条了。大自然我远远比你们想象残酷，鸟的东西能活到第二年的都不容易，能活个几年的都不容易。丢的丢的，走吧走吧，出去，这里出去，叼着虫子走了。这里有10个虫子，说不定还会来。它这个鸟很死脸，不是说很死脸，鸟会死亡，就找不到食物它肯定会来。